中文就像积木一样，如果你有两个元素词汇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你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词汇。如果你见过很多这样的积木组合，你就能理解中文的底层逻辑，你就能用中文思考。毛，腿，腿毛，腿毛，不要用我的剃须刀剃腿毛。毛，肚子，肚毛，肚毛，毛，腋窝，腋毛，腋毛，小孩子没有腋毛。毛，胸，胸毛，胸毛，他的胸毛很浓密。毛，鼻子，鼻毛，鼻毛，你洗脸的时候应该顺便把鼻毛剪一下。白色，头发，白头发，白头发，白发，白发，他是一个白发老人。黑色，头发，黑发，黑发，黑头发，黑头发，中国人多数是黑头发。黑色，头，黑头，黑头，我鼻子上有很多黑头。白色，眼睛，眼白，眼白，婴儿眼珠很大，眼白很少。黑色，毛，黑毛，黑毛，大熊猫的耳朵上长的是黑毛。白色，毛，白毛，白毛，这草莓都生白毛了，不能吃了。手指，上面，指上面，指上面，手指，下面，指下面，指下面，白色，眼睛，翻白眼，翻白眼，不要翻白眼，这样很不礼貌。说话，白色，说白了，说白了，用很简单的词和句子直接把意思说清楚，说明白。你每次约他，他都说没时间，说白了他就是不喜欢你。听，说话，听话，听话，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了，我让你工作你就去工作，我让你唱歌你就唱歌，那你就很听话。这孩子很听话，妈妈让他不要玩手机，他就把手机放下了。黑色，脸，黑脸，黑脸，黑着脸，黑着脸，你看他的脸就知道他不高兴，很生气，那种表情就是黑脸。他早上被老板骂了，所以一天都黑着脸。下面，黑色，手，下黑手，下黑手，对别人做了很坏的事，害别人。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居然对我下黑手。听，说话，听说，听说，听到别人说。我听说你要去中国，是真的吗？手，脚，手脚，手脚，手脚麻利，意思是做事情很快很好。手脚干净，意思是不拿别人的东西。他手脚麻利，老板很喜欢他。手，上面，手上，手上，正在做的事。我今天很忙，我手上有很多事。手，下面，手下，手下，下属，下级，他们听你的话，听你的命令，他们就是你的手下。他是我的老板，我是他的手下。下，手，下手，下手，开始做一件事。这个工作很难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。上，手，上手，
上手。学会做一件事。这个工作很简单，一个星期你就能上手。